好，我们这边这个咆哮的破坏之光，咆哮穿透钱包的破坏之光，好不好？来。啊，这一定没啦、啊。这个勇敢饼干发出了，哎、欸、呀，我才发现勇敢饼干是这个画面哎、欸。冰塔造型有特效吗？我不知道。我现在我冰塔，我们这个时间我刚刚发了那个片而已，然后我就都不知道了。上次这么飞，我们上次的那个去保底之光嘛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不对，我幻彩也是保底耶，干！我幻彩是保底，封建手也保底耶。啊，完了，我跟这个游戏是不是越来越仇啦、啊？我以后变成世纪大地黑了，怎么办？啊！我不是你、啊！破坏就是最好。哇哦！这是超哎、欸，这一次哎、欸，各位等一下，看在我之前保底的份上好不好？哎、欸，我两次保底耶、欸，好不好？两次保底耶、欸，两次保底耶、欸，好不好？等一下幻彩保底，然后再来封建手也保底，好不好？这个都是幻觉啦，对不起。看来好像 skip 是有用的，是不是？谢谢低色的奖金。我还剩下40抽，我没有笑到说不出来，我现在是很安静，对，这是虚无的，谢谢。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最近在骂哎、欸，好，谢谢大家。我买吗？应该不用吧。少挡我的路，不然我就一起毁了你。两星啦！哎，等一下哦，你们一堆人按什么到站哦？真的是哦，你们要按站，你们才会抽到，你们按到站就抽不到了，好吗？这是一种
吸引力法则跟流出等于流入的概念，好不好？你知道吗？像我之前玩丙塔，我都抽不到，我都说我的运气都给其他玩家了，懂吗？是不是？真是的，尾巴还带头，哦，好脆心哦。好，八十等。OK， 哎、欸，那这个我们这次算运气比较好吧？总共加起来的话是三只，跟各位来比较一下。我们上一次换彩，因为真的是保底，然后加上活动结束的时候换彩，就真的只有到三星。啊，这一次这个运气比较好一点，所以我们这边的话直接就两星了，好吗 ？OK， 就一个小小的影片啊，我不会拖太长，因为这一次运气比较好，好吗 ？OK， 就这样。